好，观众欢迎来收看 Intel Extreme Masters Cardo Visa 2023的第四天赛程。目前在小组赛的 C 组啊，原来是要看到一下最后一 round 啊，我们最后的地主国的身影啊。虽然他已经无缘晋级十二强，但是最后一场比赛仍旧是留给了他，看他究竟能不能成为水鬼之力，就看他这一场对上的是 Zero 的比赛。双方第一张地图是来到了。哎呀，我看不见啊 ！Royal Blood 地图左下角这边七点钟，蓝色的冲突选手是我们的 Zero。地图的右上角这边一点钟，红色的呢则是天绿战队的 Eraser。那 ZBZ 的对决啊，这一场对 Zero 来说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不能再输了、啊。他在这一组的 ZBZ 还没有。赢过啊，对啊，开局对不对，一上来就先输给了东拉古，又输给了索拉， ZBZ 还没开壶啊，这是他这一组第三个 ZBZ， 对这个内战的前景表示担忧啊，有点危险，真的有点危险。刚刚看一下，他好像是2-0是确定晋级十二强，因为他2-0，然后索拉也2-0，但是他的小分会比较好，所以2-0的话他就不用想这么多。但是他如果只他掉了一分，掉变数，就要看索拉跟东拉姑的脸色。那看一下隔壁是长什么样子，两边都是个 ZVZ。ZVZ 大对决，同族必须得互相残杀才能保一个同族晋级。真的哎，要做到这种层面嘛？现在是 Royal Blood 的大官员呢、啊，带你们导览一下。互相残杀。放到一个镜像的开局。Zero 这边是选择开三角，然后 Eraser 直接开一条水平的过去了。目前还算都蛮镜像的开局啊。没有什么。老师明天才会补。明天仔，明天，哦，哎呦，率先抱一波狗，哎呦，打得比较主动哦，要先去前期拼操作了，先压一下三矿，出发，毒包四颗已经在变了，两颗变在这里，两颗变在了正面吧。哦，先养回之后虫。哦哟，不错哦。好像比你慢一点，但是等一下再对好了。后面有两颗背刺毒包，背刺毒包进去了。背刺毒包。啊，四个哦，四个比想象中少一点。也是后面赶快把狗给补起来。我现在四分零九一零一一一二一三一四一五，有对到了。好，咬些狗，炸了四只工兵，也不算多。后面已经放了炸了繁殖场，然后也只是这边要一个反压，看能不能把对面的后虫给咬掉。但是这边两颗毒爆虫炸了很多狗，但还是杀了一只。反咬一只后虫，不过二空哟，完蛋了！为什么他笑了？完蛋了，他露出了笑容，他露出了笑容，没有。完了！他的狗全部都送在前面了，他在那边闹空城啊，后虫死光啦，狗回来救，但是已经死了八只工兵了，这已经有一点亏啦，这亏烂嘞！哇，三矿还要被穿，留我一只吗？分狗，这边还在钻，
Milestone， 哇！那毒霸还在走，毒霸还在走，这边还在操作，已经死了十二只工兵了，打得很像韩国重组哎。很少看他这么积极在进攻哎。嗯，前期的狗毒霸，哇，炸到了五条狗，直接打出了 GG。你知道后面已经没办法了，主要是后虫死光啊。后虫死光了，然后工兵也这被炸了很多，果断的打出了 GG， 摸摸自己的心脏，还是有点紧张的。哇，这一场前期的狗毒爆就分出了胜负，难道我大以雷者不堪一击吗？今天地主选手都落难了，真的。我只不过是轻轻的压了一波，怎么已经倒在地上喘了？轻轻压一波就带走以雷者的一切。对啊，我还刚刚还想说，会不会这两个人就是前面？也都没有要打的意思，对不对？眼睛闭起来就来到了中期，对不对？看一下蟑螂护卫还是怎么样，往后期拖。对啊，欧美的 LVL 不都打的比较、啊、都是往中后期打。对啊，欧洲 LVL 不长这样吗？眼睛一闭，索拉第一把输了，哇，是不是世界末日了？难道我们大锁粉都要回家呼晕在厕所了吗？这样索拉有点危险呢、欸。这样是不是没机会啦？二比一，然后 C 罗一比二，也没机会了吗？好像没嘞、欸，没了。就算索拉再赢两场。哎、欸，没有啊，索拉如果哦索拉是二杠二，他如果大、啊、他大分，他还是上去了。那要索拉连赢两场 ，C 罗连输两场。反正索拉那个是输不得的，索拉输了就真的走了。然后索拉赢了还要看一下这边的脸色，如果 C 罗把 Eraser 给车了过去二比零的话，他也是走了。难道我们的康明素也要一起去代购了吗？康明素昨天被地雷炸成白痴是不是被炸成白痴、欸、怎么会这样子啊？啊，这张地图是来到了 Grisfen 地图的左上角，这条狗欸，狗是流浪狗吗？嗯，没对啊，在野外流浪的狗。左上角是 Eraser， 右下角则是 Zero。哦，九零六一个危险的言论哎。所以为什么要拍手？你的拍手是什么拍手？你是说你的拍手是这样的拍手吗？还是镜头拍手？还是摄影机拍手？摄影机拍手。摄影机拍手，让大家看一下，电竞选手也是。也算是运动啊，要动这么快。业配啦，业配啦，业配 Super Line， 业配啦，业配，业配滑鼠，看一下双方的手速啊。哦 ，Eraser 又是开一直线 ，Zero 一样是开三角形，大家比较喜欢三角形。又是一个非常镜像的开局、哦、那
那如果第一场他这个前期的狗多压制都能够把对面打死的话，看他这场要不要再来一次啊？这场没有要再爆狗了。拍 coser 也会拍手，什么意思？我没有 get 到。这场打得比较 peace 啊。哦，前面一波狗，但后面还是压工兵。目前还没有人在爆第二波狗，爆这个数量就是防守用的。嗯，看来要眼睛一闭了吗？我们回归欧美的 DVD。我蟑螂繁殖场已经放下去了，然后另外一边先升二本，看来要蟑螂互围了。蟑螂护卫，那 Sarah 这里就是先升一攻的，然后 Eraser 这里有可能是先升这个蟑螂的提速。哦，可他补瓦斯，他瓦斯全补起来，要跳飞糖了吗？糖，直接补到死，士气要跳龙了吗？这我刚刚卡了一个人口啊，他是不是要开始无脑爆蟑螂啦？我、哦、没有耶，这什么意思？暗号完全没反应，是这样？哎，巨咬工兵吧，巨咬工兵吧，敞开我的心胸！完了完了完了，这是整换过去的工兵都不见了。哇，这已经这一只脚怎么已经在棺材里面了？有够伤了！进来看到你的瓦斯，但只能打个提速蟑螂了。转回去打提速蟑螂了。龙塔还是丢了、啊。先压一波，提速好，先压一波。那我们看看 C 罗的第一视角，对 C 罗的第一视角，很难得看得到啊，毕竟很少在开台。哦，变形虫进来侦查一下。取消这个实况，进来看龙塔，咬龙塔，咬龙塔，先咬。家里有点蟑螂，看起来也守得住，完蛋了，是不是有人要下去了？龙塔不见了，再放一次。你以为再盖第二次就盖起来吗？又盖不起来，正面蟑螂这边 A 光，这，可以宣布了吧？宣布了，直顶开。哇，按直灵开，阿索拉的机票已经可以买了。索拉也灵压不见啦，谁叫他昨天要踩那么多地雷啊？他都有一场爸爸打儿子的送给你打了，90%胜率的都没有赢，那也没有办法。那只能怪自己了，这没救了、欸，自己没救了。蟑螂数量有差 ，C 罗会领先一攻。屌虐，拿命扛啊！还是当不了水鬼啊？这个水鬼的战力也太弱了吧？怎么一点反击的余力都没有啊？对啊。怎么不堪一击欸？
我轻轻弄了一下就死了。这网队水鬼之名，没啦，人家有一攻啊，什么人家二攻都好啦，也就是打出了 GG， 两场加起来没有我们休息时间久，怎么办？他们实在是有点快啊，毫无伏击之力，这个水鬼不称职，太虐了。今天是我们地主选手的落难日，百分之百。这个坚定的表情，哈，我还是晋级了，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再业配一下花束，再业配一下花束，翻过来把电池拔掉，开开心心。太快了，这个波三不到二十分钟。对啊，我们好像九点零二分才开始的吧？现在九点十九就已经结束了，太残忍了！像隔壁完全不用看了，完全没悬念。索拉已经亮红灯，二强的名单就都出来了。索拉亮红灯出局。In that series here, we have Wadi as well as Rotterdamers. Other matches are also going on at the moment. So Wadi, yeah, very simple for Cyril in this game. You know, Cyril just steps up right when he needs to. It is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made him such a good player over time. 对吼，这样十二强是全部出来哦，已经可以开始排十二强的赛程了。因为第一组昨天就已经确定，第一组是最快决定谁晋级的啊，还不能排赛程哦，因为小组前一二三还没出来。哦，对，还没有，可以先把 A、B 组的选手放上去。Special 输有影响吗？没有啊 ，Special 三杠二啊，完全无所谓啊。Special 如果输了，他是没差吧？输了他还是会进的。对啊，他没差，因为第二跟第三都一样。他只要赢 Hero， 他就是小组第一。对，他如果可以赢 Hero 的话，他倒是有差。对，输了就都一样。我们这个再鞭尸一下，再看一下刚刚到底有多快。第一场打不到五分钟啊。前期一个停工兵爆狗毒爆就把对面给咬死了。对，索拉赢他，然后 Special 被二比零，是不是有机会？索拉赢 Special 被二比零。可是，我想 ，Special 现在是几杠几啊？他这个六杠六是最新的。啊，如果再输一场就是六杠七。啊，索拉赢一场就变成七杠六。啊？像索拉的胜场是比较多的。啊？难道我们康明顺还有一线生机？还没有嗝屁啊，还有机会。还可以祈祷拜佛一下。而且自己不仅要赢，他还要阿弥陀佛那个阿弥陀佛 ，Special 赶快输掉，必须靠小 Hero。两个韩国人究竟能不能携手合作，把我们的 LA 下放？我觉得组团应该要带一下这两场画面。这个 C 组确实是蛮刺激的。人人有攻略的，悬念的一组，对啊，
十倍球快倒了是不是？哎呦，究竟能不能强强联手？拿十倍球能不能力抗两个韩国人？要力抗两个韩国人，对呀、啊，打赢两个韩国人。哇，这样 special 赢了索拉，但是被淘汰也是蛮干的。对啊，他战胜心魔哎。哦，也是，开心的，他赢了爸爸。战胜心魔。你去改名字叫做 Nico Nico， 好啊。我怕你，我呛你不敢改啊。你他妈有种现在就改，不然你从退学 ID 先改开始好了。反正退取改 ID 也不会痛，你就叫做退取 ID， 先习惯一下。你就叫做 NC Two Nico Nico。不如我们从现在开始。索拉跟多拉古现在一比一，有点刺激耶、欸！怎么有点想看呢、欸？哪一台在播啊 ？ESOB 啊，我来打开看一下。毕竟跟我们这个台湾人还是有一咪咪关系。一台湾女婿哦，台湾女婿，台湾女婿，一咪咪关系，看一下应该没关系吧 ？C 罗访问。